就是由水耕种植出来的菠菜煮的，这道餸就叫做蒜香菠菜炒鸡肉，这个餸就非常有营养价值。首先呢，这个菠菜呢的口感是很幼嫩，还有含有丰富的植物的铁质，每100克的菠菜就有 2.7 毫克的铁质，是制造红血球的主要成分，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缺铁性贫血。另外呢，这个鸡肉呢是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，可以提供我们人体的氨基酸，有助促进身体的体内细胞的修复和更新。这个餸咁有营养，我们一起试一下。